温碧霞同胡希文合作推出唇膏，为护童行动筹款。陈家勇、伍国京、黄百鸣等都有到场支持。温碧霞就认为女仔用唇膏更有吸引力同埋性感，而佢又好中意做慈善工作，所以首次就同胡希文合作推出唇膏作为慈善用途啦。问佢有冇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？佢就話：又冇太大，因為我就唔係好驚死嘅，我係唔係好驚死嘅？我由細到大都即係我覺得我相信命運，我相信命運。唔怕會唔會小心啲啊？我唔係好驚啊，係啊，我本身都幾大膽，會自己小心，因為知道有啲，譬如好似意大利，我真係唔敢去。日本最近爆得咁犀利，我都唔敢去。內地啦，更加啦。咁但係我相信天氣一回暖就會好噶啦，即係我永遠都係 think positive 咯。我希望可以快啲陽光出嚟，咁疫情就會 settle down， 咁就大家都開開心心。